我们有没有什么心愿想要达成的？去年欠我的三个愿望都还没有许呢，那今天就再欠三个吧，有五个愿望。那这次来到昆明，有什么地方打卡吗？吃。有什么美食想要吃？全部，除了虫。OK， 看来你了解得非常清楚了。这是埋下什么伏笔？不知道，是你的心愿。不是，我没有许心愿。那有没有什么想对姚PP说的？姚PP，一起来呀！跟我们的昆明的粉丝打声招呼。昆明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虽然我不会说昆明话，但是贵阳话有点像。祝你们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。那面头那苏味几色更多 Pull up, pull up, I'm coming girl Pull up, pull up, 你경계 girl 사실난접근하지않아쉽게저멀때들은머리에 wax 빼면 시체 Hello Hello 那你已经来昆明好几次了，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在这里？印象，你是说美食或者什么？因为我上次拍戏是在昆明拍的，所以在这儿待了很长时间。有什么想念的美食吗？应该这块比较有名的应该是小锅米线跟那个菌锅吧，就是那个菌的火锅。第一季马上就要开始了，那有什么新的愿望吗？想在这一季实现了？最近也瘦了点，希望能通过这个体力跟脑力的双修获得胜利吧。明天就要开始录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对姚PD喊话的？千里迢迢从上海过来，希望没那么辛苦吧。第一次来草原录制，有没有什么录制心愿？好好的跟哥哥讲义，一起玩一次撕名牌吧，这是我的一个小心愿。对，还有就是跟哥哥姐姐们能够相处的越来越融洽吧，因为很多都是第一次合作。刚刚说撕名牌，那有没有想最想撕什么？因为之前是跟周深哥比较熟，我觉得想跟他试试看吧。这次录制就是在昆明，就是有没有昆明特别想做的事情或者想吃的？我就是想吃吃昆明的特产呀、啥的，然后还想看看昆明有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，然后有空的话想去看看。姚PD说的。姚PD啊，合作愉快吧，既然你选择了我，我就不会让你失望。成员已经决定了，晨哥和周深是追的队伍。那现在就请大家来领取你们要寻找的店家。他得有名儿，给我们设计了这。这个还蛮好的。这哪知道？由逃的队先出发一分钟，之后追的队再开始追击。一分钟倒计时开始。走！那边，那边。哎，没有啊，咱还得观察观察。呀，这，上是不是这个阿姨？是不是 ？Where？ 走。大哥，我已经跑不动。我知道啊，但是得两边走。在这。萨瓦迪卡，躲起来。想我四五幺，三五五商铺，抽一个福袋，物品上有几只大象，抱起来就。我跑不动了。我也跑不动了。这么难找吗？一分钟倒计时结束，追队出发。321木头人，321木头人，你就一直喊着走。321木头人，321木头人，321木头人，321木头人。哎，你这咋那么快啊？321木头人，好烦的，有点气急败坏了，是不是？真是，这不要脸了，有点。他俩在哪儿呢？啥时候喊了谁就告我啊！他们听到声音了。
人。说说说吧。哎，我听到声音了，不是。白鹿还特意躲起来，躲我的镜头。你喊一个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不行，我们拍不到人是吧？就这几条路啊！啊！哎，这！哎，here！机器人。Yes， 萨波蒂嘎。快！前往 S 十商铺，将串起来的气球全部踩爆。S 十 ？S 十是什么？这是 N 一四。S 十？你问问他，问问他。Hello。木头人，好。S10 where is S10？ I don't know. You don't know? Okay. 这都告诉了，不让说呀。Okay. 不行，我们拍不到人是吧？轻点。喊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不是。不是，就盯咱俩呢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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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操，没地儿躲呀，这也。操这。他们俩不动了。咱俩假装往那边走。来了，走。喊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没有走，好吧，喊。三二一，木头人，这个，我知道，你别跑，你马上这样就好了。你一跑 ，S 在哪儿呢 ？S 十 ，S 在哪儿？他们俩在动。铃铛声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动了，范丞丞动了，范丞丞跟 baby 动了。Do you know her？ 三二一，木头人。No。Angelababy out。完了。林飞了。我们根本连人都找不到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这，二三，对，盲盒，萨瓦迪卡，一二三四，四个是吧？要不上面还有两个，上面还有两个，这两个啊，六个，抱起来坐，我先换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可以了吗？走。这，恭喜 baby 获得了收官发言真相奖。你的礼物是一套非常精美的泰国瓷器。谢谢大家，以后给我三分钟镜头也可以的，只要有礼物收。哇，收这么多礼物，有点收人礼物手短的感觉。好漂亮啊！精彩继续，不要走开，这已经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节目了，赶紧看看还有哪些惊喜在等着我们。他来了，跑男带着传说中的剧本走来了。久违的剧情小片终于在本季的最后一期登场了。本本此次卧底现场，发现了哪些好玩的小片段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
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跟大家说，哎，有人要加入数学社吗？然后哎，有人要加入数学社吗？对，大家就蜂拥过来，在这周围。好。啊，那个同学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派小数点后面的61位、73位和97位分别是什么数字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520哦。哇，学长，我好油啊！学长，我们可以加入数学社吗？你们好油啊！你刚才不是不愿意加入吗？因为他说520呢。哎呦，你确定？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以爱为营吗？哦，天哪，这些好难。哦，啊，那这个数学社我入定了呀。你入定了。密码入定。打坐入定了。我最后的话呢，就是你拿那个传单说，大家跟我走吧，你就说话。哎，那跟我走吧。我就卡在这里。二位同学。招新了，招新了，来来来，要不要加入数学社团？看一下数学社，可是我数学很烂，去看看吧，去看。哎，二位同学，不要灰心，你们知道这个函数画出来的抛物线是什么样的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吧？我就知道你们不知道。我给你们画一下啊。是什么？哎，哎，你看。这就是笛卡尔的爱心函数，是不是超级浪漫呢？是挺浪漫的，但是学长你好油啊！对啊，就是这个学长，我能有点不想进去了，怎么办呀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再考虑一下嘛。好，学，再考虑一下吧。考虑一下。除非，除非还有一个人能来劝劝我们。上场。我们这，哇！当场 Q 场。我是这个时候进来吧，我真给力啊，我真给力啊！啊，同学们，有人要来参加数学社吗？哎，哎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想加入？他不是在劝我们吗？对，你不是该劝我们吗，学长？是该劝我们吗？那你们知不知道派这个数的后面的小数点的61位这个数的后面的小数点的61位、73位和97位数字分别是什么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是520哦。哇！真给力啊，大家！加入数学社，可是他对我说520哎。你确定他说的不是以爱为营吗？那我就更要加入这个数学社了。哦、，sorry。啊，来，同学们，我们走。Yeah! Yeah! 数学去了，我可以不加入对吗？同学，你不准加入。但是。他比你不油一点，哇，中文好好啊，很棒，中文好好，中文好好。这边正热热闹闹，那边超市2楼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就位了。谢松雨，你真的很好笑哎。是吗？你一个几岁来着？20多岁的人。那你现在扮演的是？一个十几岁的人。是高中生对不对？现在就像，是个40岁的高中生。嗯，差不多。你这个发型在学校是不过关的啊，要被在泰国是过关的。泰国的学生都说我这个装扮很像是那种在班级里很学霸，然后常年年级第一名的那种卷王。看看你写的什么。English class module 3 unit 2 music song。你不应该写点泰文吗？我是一个正在学英语的学生，我现在正在复习的科目是英语，因为明天有一个英文考试。真的是准备很充分呢。此时学长们也已经换装完毕，准备拍摄了。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啊？我也高中生。作业都写了吧？写好了哈，作业都写好。我还有词儿呢啊！这就是一个那个数学社招新的。那我们俩不应该上来呀、啊？我们俩应该听见他在这儿，他说要我们俩才情境当中，应该我们俩哪怕坐那边上呢，我们得听见他招生，我们才说，哎呀，学长，他先说，我想上你的数学社，
对不对？他刚才请，对啊，他刚找他俩，我俩在底下，感觉上是没听到啊。可以，那你们就在这儿做作业。在这儿。行，可以，我俩在这儿，没问题。完了，然后程程就说了：“哎呀，我学长，我想参加什么什么，对吧？”对。我还是在这儿背着呢。他说：“那你旁边这位叔叔，学长，我的数学也很好，想加入你的数学社。”是不是应该听见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编剧这一块我跟你讲，你哥我这么多年，20多年演员拿捏。听哥的。把人眼镜抢来了，戏棒。看完了二楼的学长们，奔奔再去一楼打探一下。对了，今天是我们社团招新的日子，数学社谁被我们招到了，真是他的灾难啊！灾难，走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数学社团。他肯定数学不太好。来，同学你呢？他肯定也数学不太好。我估计是听不懂。同学，欢迎加入我们的。欢迎加入我们的数学社团，欢迎欢迎。欢迎欢迎，数学社团。数学 OK 吗？一加一等于，哦，太棒了，太好了，一加一等于二都知道。哎，同学，三加四等于多少？八吧。太好了，不是我们社团的。同学，那个要不要加入我们社团啊？好 ，OK。OK。我朋友跟我说，这里的东西都很好吃。猪肉饼，你是真买吃的呢？正想买一点，尝尝。这两个来了来了，这个虾味儿，我还是觉得这个猪肉的应该比较好吃。但它不是同一个米味儿，试试了都。收。